大家好，我是龙哥哥，欢迎收看第五人格粉丝赛。这是本期比赛参与竞技的粉丝战队和优秀的选手们。这次监管者是红富的人，一出场就打翻了先知。虽然很快先知被佣兵救下，但红富人盯着先知不放，很快又再次打翻先知。可是他没想到这将引发一场飙车的大赛，老司机前锋来了，石头这还能弯道飙车，这个撞飞好意外。我们再看一次弯道飙车，不愧是粉丝赛第一老司机，开车技术果然出神入化。这个板子先知终于报仇了。石头要干嘛？翻板子居然为的是飙车撞红夫人，车技果然很秀。从此红夫人咬上了前锋，被包抄了，终于老司机也有翻车的一天。石头翻过来干嘛？他应该是想走地窖。可惜了，红夫人守住了地窖，庄园老司机终于倒在了红夫人的鸡毛裙下。这一局很精彩。想参加粉丝赛的小伙伴们，记得点关注并私信龙哥哥，龙哥哥会在超神皮革厂这档节目当中长期推荐和分享优秀粉丝的实况精彩内容，期待你的加入哦。